哦，咱大家用心甲欢喜一个，阮到一个，来教官好，教官好，分教官报告，嗯。大家好，各位观众，来，各位先生，请坐下。公开，我先主播开始讲。我平时轻松管理啦，我贡献，自然我脑子有。变成一种啊，跟当地这道观的进步，那在做做这个，不要那种变成习惯，但变成就是那种高官，或者单单的习惯特别改一下，因为我的精神方面，是这个，每一个月就是咱的高官平常时啊，都蛮稳定的，啊稳定啦。不仅那个怕，啊，怕不好，啊，所以也是讲咱那个进去的时阵吼，别讲怕安全，毕竟操作不仅是贵的方向，啊，今仔日啊，今仔日吼，来个来个见面，我叫来讲我的黄金的。防身术啊，别让它安全啊，别让它安全。我放在这哦，做这哦，我各位爸爸，你若讲家里动作的方面哦，可能有困难，困难，一面面点，时间的问题啦，另外点就是讲补水基础，补水基础。啊，你若讲一直做那个动，做那个动作。比较呢，对大家来讲，可能是做些做些呢，就是负担啦，负担。啊，我是比较哦，较重要，咱这个观念，观念问题啦，观念问题。伊哩一个人的观念哪好啦，伊咧断掉啦，断掉危险，断掉危险。诶，是伊，啊，讲伊断掉了。你要怎样去处理比较有好的观念哦？从大家影响到，可能影响到你。啊，就我上课哦，第一摆伫咱这分堂上面，比较较少上，较无放下。我上较少人，安尼无上得上啊。我看到在座哦，大家哦，我都跟你说紧张起来，我跟你说紧张起来。所以来要去讲的，但是别人吼，大家心情不大平，大家无好心。因为我做好讲话，时间长要紧的。你讲工作的在做，无健康大家拢听见，大家听啊，反正我都要去理解。我只是讲咱听众，大家在做有啥物问题，有啥物问题，哦，大家提出来。做讨论，做讨论，啊，就讲包括讲咱健康器官、肝脑运用，有需要帮助大家，啊，是讲需要到他当上面来，你直接直接的牛座，你跟我讲，我绝对会让各位有一个足够的平台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安尼起码咱平台上好。我若讲叫大家起来中华步拍步跑，安尼比较有较热闹一寡，安尼好安尼哦。现在就特别在拍步跑，来在座有人有啥物不清楚的，需要我叫大家沟通的，有无解释？我建议，